好，谢谢，Bad boy，我还会读英语。好，感谢小白点亮粉丝灯牌。有哪一块你们不会用的啊？直接播下边，屏幕下边直接给主播留言，主播来教你们怎么使用。然后对哪一款车感兴趣的，想要看的，也可以屏幕下方留言，好不好？坐后面，我们叫你坐后面。坐后面，坐后面那点。坐后面，我怕灯光不好。这个车带那个隐私玻璃啊。你说我扎金盖小男，哦，现在只有7度，没有穿袜子，没有穿秋裤，你来试试，真的只有7度啊！现在，为了直播我都豁出去了。好，来看嘛，来看一下，后视镜自动下方怎么设置？来这边，我看，帮我拿一下钥匙嘛。车钥匙？嗯，帮我拿一下车钥匙。不要副驾，安全带咋个优惠？不优惠，不优惠，一样的价格啊！你不要是你的事，我配了是你不要的个事儿。把手机，不要后视镜，不要后视镜，你不要哪里都是一样的价格，我给你配了。要不要是你的事情啊？要不要是你的事情？我把这个给他，好了，不要，答应好哥。好，谢谢老表。李小楠，你这属于杠精，我也觉得他就是个杠精。我想给你把手机，监控杆。拍这个后视镜，来，bad boy，这边的话，咱们是在主驾啊，主驾的，这个叫什么？后视镜调节开关。主驾的这一个位置，面板上调动你的车窗的这一块儿，有一个小圆圈，有一个小圆圈，来看一下，歹哥给我们拍仔细一点，这个小圆圈，来，我们把这个小圆点对着这一块儿，后视镜就折叠了啊，后视镜就折叠了。如果打开的时候也是一样的，也是一样的。你要自动折叠的话，它是这种呢，就是你在锁车门的时候，来，我给大家试一下啊！我给大家试一下，我们在锁车门的时候，直接锁了它也就折叠了。哎呦，你按稳就行了，感应没得。来，自动折叠了，车，哎呦，全车玻璃都关。来，给大家再试一下嘛，然后再按一下。你拉门就开了。来，这个都是感应的啊，都是感应的。自动下翻不是折叠，咋个下翻啊？下翻不了吗？哦，是啊，来 CS，迎宾的，看不了了。这边没有，可是有啊，在哪里啊？后视镜要锁，开门。嗯，倒车自动下翻，倒车我们都会自动下翻吗？这个车有。来，我试一下，我试一下啊，我试一下。来，我给各位宝贝们试一下。要设置那样，要在哪里设置？好像用电脑。医师，我们在我们的车上是设置不了的，要过来咱们你店把门里边。关起来试一下嘛，这个是顶配的，应该是设置。嗯，请先他的也是阅读顶使用配说明哦。挂到那去。先放开。啊，你放开。好，我肯定不烦嘛，是肯定不在这边设置，是在哪里设置呀？自动下滑，我看好像这个 CC 才用。好，bad boy 这边的话，今天晚上主播抓紧时间学习一下啊，我学习一下，明天在直播给到大家一个回复啊。你单个挂掉了。关了。明天啊，明天我这边的话，今天晚上我找我们的。我靠！谁呀？我
丝瓜呀，可以给他们看一下呢。才配置，现在他们才不出来一个，做一个。猜哪一个配置啊？车配置。嗯。啊，太好玩了。好，你们要的后排啊，你们要的后排，来，给你们来看。来，主播的身高1.68米。开的一些尾号灯。嗯，你开好吗？你按钥匙，叮，就开了全部。开锁键吧。我才是拿包钥匙。看带自动泊车那个。不是不是。长按。长按。我长按了呀。长按解锁键。我想给你试，你一直去逗我，你看。我咋可能逗你啊？实践型，这个是旗舰型的，宝贝，变了算了，忘了上了。这个是旗舰型的啊，这个是咱们 2.0T 的最顶配，旗舰型的 2.0T 的顶配旗舰型啊。我们把天窗打开，然后让我们这个光线的话更加亮丽一点，更加亮一点。好，刚刚给大家看了主播的，这是，内饰的话，它有全黑的啊，有红黑的，有全黑的。现在各位宝宝所看到的，它是一个红黑内饰。那么咱们还有一个全黑内饰呢啊，还有个全黑内饰呢。钥匙锁车键那个按钮是干嘛的？来，我给你们看一下。花妈多啊，我给你搜。钥匙锁车键下边，好好好。是哪把钥匙？来这个，来 boy， 你说的是哪一个？你说的是哪一个？才能？你说的是哪一个功能？是第一排肯定你都会呢。第二排的话，有一个小车，有个敲着呢，那个是我们的后尾门。锁车键下边这个吗？这个的话是远程启动啊，远程启动，只要你的油有半箱油，那么我们长按这一个键，它就可以启动发动机了，就可以发动了啊，就可以启动了。领航版的是不是没有黑色内饰的车？有呢，有呢，都有黑色内饰的啊，都有呢。这边的话就要看大家。你们可以说是过来订车的时候，哎呀，我要领航型的，我要个黑色内饰的，我要个白色外观的，都可以呢。它的内饰颜色是可以选择呢。坐到里面感，试试。峰峰同学，好，关注一下啊，关注一下，宝贝们，过来的话就关注主播一波，关注一波。你没穿鞋吗？我给穿了。不穿袜子不冷吗？冷的呀，现在只有7度啊，只有7度。但是算了嘛，这辆车明朝是我多少尾山，明朝不得有啊，加油。我奶奶懒得了，我奶奶懒得了，又不胖怎么还有小肚子？对啊，就是有小肚子，人倒不胖，来，小手瘦鸡鸡的，瘦鸡鸡的啊，只有这个肚子比较明显。因为主播的话，上班，从一开始早上过来上班，我就开始坐着了，坐着就不走动了，我们就坐着打电话了，打一天到晚，所以肚子都坐出来了。你们现在有没有白色外观、黑色内饰的现车？查一下，领航型的啊，领航型的。领航的。哦，对，领航的。好，帮我点点赞，点点小心心嘛。2.0的没有，有1.5T顶配。一是领航型都没有呀。有灰的，灰色红内。黑内呢？黑内没有，目前要订。哦，宝贝，黑内的话是要订车，黑内是要订车。然后现在呢，有1.5T，尊贵型的，好像是对。
白色外观，黑色内饰，也是我们的订单车，但是可以协调啊，可以协调。直接播的名额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勒回去，咋个勒啊？我也想勒呢。如果最近要车的话，就赶紧过来，赶紧过来，该定的就定了。这个月定的话，下个月可以提到车；本月定，下个月提到车。但是我们也有部分现车呢，只要咱们有的现车，你们都是可以过来就提走啊，过来就提走。只要我们现在还有的，只要还有的，没有的话就订车，好不好？毛肚子我，我肚子我，我给小宝宝来给我吃什么？啊？我给小宝宝吃什么？我得了。好，我们开个玩笑啊，跟大家聊一下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咱们继续看车。各位宝宝，主播都告诉你们了，我的身高是多少？168一路发。那么现在呢，我的整个腿部空间呢，还有30分，肯定是有呢啊，30分的一个距离。那么接下来呢，看一下我的头顶空间。来，我给大家坐直了，腰杆是挺直的。来，可以给一个特写，腰杆的一个特写。腰杆是挺直的啊，腰杆是挺直的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，有一拳。两拳，一拳半的距离，一拳半的距离。如果说你们坐车的话，不可能是这种坐的，可是一定是这种呢，半躺式呢。来，一拳，两拳，三拳啊。整个头顶空间呢是足够了，整个头顶空间是足够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细节。来看一下，那么咱们这一款车呢是后边带有出风口的啊，还有 USB 接口，然后中间这一块呢整块都是平的，没有任何凸起啊，整块都是平的。并且的话，宝贝们，咱们这个是 2.0T 的，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座椅呢，它采用的是一个眼缝技术啊，眼缝技术。咱们这车不错，是呢，这车非常不错，追梦，233匹马力，扭这个变速箱8AT 的啊，8T 的。来看一下这一块呢，就是我们的一个眼缝技术。那么它的一个皮呢，采用的是一个纳帕皮纹材质啊，纳帕皮。接下来呢，来给你们看一下，那么我们的后排呢，它还有这个叫什么扶手啊，扶手架。那么也可以叫一个杯托，也可以放杯子、放咖啡、放奶茶，都是非常好的。后排能躺平吗？你说往前躺平可以呢，这个没有问题啊，这个没有问题的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你们来看一下，你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主播的身高1米68，腿也是挺长的啊。咱们这个是大五座的，大五座的，可以看一下，因为我现在没有尺，没有那个匹尺，可是坡椅皮尺皮尺啊，没有皮尺啊，没有皮尺。那么你们可以看一下啊，根据主播的一个身高，你们可以来看一下，腿是伸直的。来，歹哥给大家来一个，来照一下。欧哥到标了，是呢，欧哥到标，是我们的长安啊，是长安。来看一下，看到没有，宝宝们？我把东西调呀。好，你调嘛，你先调。它应该放在中间的，你说嘛，没事。我看着你调就好了呀，你要先调好谋才能讲的嘛。可调好啦？调好没有呀？东侧地有点暗，好像。来把你头部那个灯给它开一下，射着我的脸啊，是要亮一点的啊，是要亮一点的。欢欢要吃多的嘛，多的嘛，来这一串啊，这一串都是要长安车，帮我推荐一下，帮我推荐一下，大家都有那个叫什么，都有任务呢，都有销售任务啊。哎呦，整错了，再来。看看什么？
什么底啊？那个叫鸡油脚。喊你卖一台给我们，你不卖，我卖的嘛。你现在转定金，刷台刷刷个飞机，刷飞机订订车。啊、嗯，你连秋裤都不穿，没你不冷吗？冷的呀，冷的呀。你讲家乡话听听，家乡话嘛就是这种样子呢。结果还是这么流行话。各位宝贝，大家晚上好，噶，我这边是云南九万通长安时间播十六环，这个就是家乡话了，就。哎呦，你都找四哥了吗？你还说嘛？因为有的时候不是不掉，是没有车。你要的是 Unity 个事 ，Unity 嘛，你直接找他。75 Plus 嘛，还是找我啊？75啊，75 Plus 还是找我。你要上房车拆拆瓦呀？老黑说什么？哼，亲和度到位，好，谢谢，谢谢66138。妈，我太难过了，人家说我没有职业修养。他没说你，书上面的。我想哭啊，真的。关注了你了。我想哭。这台是七五还是这台的话是 CS 七五 Plus 领航旗舰型的啊 ，CS 七五 Plus 旗舰型的。有个问你三五 Plus 尊贵型的有没有？赶快查一下。尊贵型，我看看，他问他什么颜色？有一台白，那个有一台那个。什么颜色？灰色的。灰色昨天被我卖了。被你卖了吗？还有台什么颜色？好，感谢9828点赞。那个。尊贵型最后一台有那个豪华，有豪华型的啊，一点四 T 豪华型的，然后白色跟灰色都有车呢，大概什么时候要车啊？大概什么时候要车？尊贵型要订车吧？尊贵型要订个啥？好呢，尊贵型要订，宝贝，能卖个车就行了，管他有没有修养。有的时候真的是这种非常无奈呢。这个是我的工作，我在讲车的时候，如果说我一本正经了，我已经讲了两个月一本正经了，啊，长安的 CS75 Plus 宝贝，2022款长安 CS75 Plus， 75 Plus 1.5T 现在有优惠吗？有的，0583有优惠的啊，具体的优惠的话，你们可以直接私我，你们可以直接私我。过几天先去看看，然后珍贵的可以来看的，好吗？可以来看呢，宝贝，来看呢，你可以找到我，可以直接来我们店啊。来我们店的话，你也知道，主播的话姓刘啊，一个字欢，刘欢啊，你直接找我就可以了。有人刷礼物给你。好，谢谢宝贝，谢谢宝贝送出的礼物。二代七五 P 要等多久？二代七五 P 的话，上市应该还有两个月左右，两个月左右。我在加拿大什么时候出国卖车？哎呀，主播这个嘛，英语又不行，在中国是最好的，在中国是最好的啊。好，那么后排呢，其实咱们也是看的差不多了，那么我们就啊，我觉得你们都不要想说是真的是，哎，算了，你们不懂，我也不说了，说多了感觉我会很累的，我不说了。我就是卖个车而已，我就是卖个车而已啊，我只是卖车。来，我们看后备箱，I will buy from you if 我不懂，我不懂英语，你不要用英语跟我讲。我看 1.5T 的高配全款落地， 1.5T 的高配全款落地的话，您准备个，我看
14.9个 W 就可以了，宝贝，14.9个 W 好不好？坐一下后备箱，对，我现在坐的就是咱们家 CS75 Plus 这一款后备箱了啊。好，咱们这个后备箱呢，它的整个容积呢，它有520升。如果您觉得不够用，咱们后排座椅可以往前放平，放平以后呢是1420升啊，1420升。现在我们坐的这一台呢，它是一个高配的，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啊？这个是我们的遮阳帘啊，遮阳帘。因为这一台车的话有遮阳帘是躺不了的。来，遮阳帘顶配的车型有啊，1.5T 的没有，1.2.0T 的中配也没有，只有顶配车型有。坐一下后备箱，来，我给你们坐一下，躺不就躺不了了。我给你们坐后备箱是可以呢。这边卖车最小排量一般都是 2.0T， 1.5T 都买不到。1.5T 你过来找主播，主播，我这边有车呢，我有车卖给你呢，好不好？你过来找我，我有车卖给你呢。你是在哪呀？你是在哪里？宝贝是在哪里呀？中山大学是在哪里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咱也没有读过大学。好，欢迎重生，欢迎你。啊？多点火哈，大姐，他的虫子，三五 plus 尊贵版的多少钱？哪个？三五尊贵版。啊、嗯。快一点嘛。分钟。后备箱都酸了，管他呢。11个 W 左右落地。11个 W 左右落地，宝贝，三五 plus 全款11个 W 左右就可以落地了，好不好？高配有现车吗？有现车的呀，熊宝宝，有现车的。哎，我俩好像有联系方式呢嘛。有现车呢，有现车呢，抓紧时间好不好？抓紧时间，因为现车不多，也就是1到2台，而且的话是还有订单在拍，只是还没有排订单，所以现在呢，咱们还可以那种一下啊，那种一下。有现车呢，好不好？高配的话现在有白颜色的，可以看一下引擎吗？可以呢，来，歹哥你带他们看一下引擎嘛。好，感谢一颗心一份情关注主播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呢由我们的歹哥带大家看一下咱们的引擎盖，看看逸动。咱们现在展厅里边放的是逸动 plus， 逸动 DT， 如果要看逸动 plus 的话，您可以过来找到主播，主播带你看车。好，现在呢我们在的地方呢，引擎盖已经打开了啊，引擎盖已经打开了。发动机呢它是有 1.5T 的，有 2.0T 的。白色内全黑吗？要全黑内饰有呢啊，现在有呢。熊宝宝有全黑内饰呢，有全黑内饰的。只要你抓紧时间过来好不好，我们抓紧时间过来。来，现在呢后备箱就是主播坐的，就是一个后备箱了，来看看主播都能拉得下。您想一下你们家的东西，比如说什么婴儿车，是不是为人父母的要考虑婴儿车，出去玩的时候要考虑行李，过年回家了要考虑礼物能不能放得下。来，主播的2.0T 落地多少？ 2.0T 的话咱有两个配置， 13.99 的跟 15.49， 你要哪个配置的宝贝，你要哪个配置的屏幕下方留言。主播被绑架了呀，不可能的啊，不可能的，主播这一种随便放着，要钱没钱，要脸蛋没脸蛋，这种不可能的。好，你懂吗？不一定要劫财，劫那个，我也没有嘛，我也没有嘛，可是也劫不了嘛，我这么大年纪了还劫呢？劫个锤子，劫个毛线。
好，对哪一块感兴趣的啊？对哪里有疑问的，屏幕下方留言。接个锤子，主播都30多了，主播都30了，还结呢？结我那，你结婚了？我之前的话我就不说了，目前单身啊，目前单身。节目倒是结过了。便宜主播了，为什么便宜我了呀？对，接锤子，2.0T 低配多少落地？您准备十五，如果全款的话啊，全款，您准备个15.5个 W 过来找到主播，15.5个 W 包括什么购置税、上牌、保险都给你包了，15.5个 W 过来找主播，你太霸气了。好呢，谢谢谢谢，南城花落，谢谢。你发嘛，我又没说不准你发个事儿。怕你骂我。我不敢骂你啊，我骂不过你呀、啊。好，小月月给我们发一个红包啊，礼物红包，你们可以领取一下。店在昆明吗？在的呀，熊宝宝，我就说了，其实我俩还有联系方式，你可以找一下。我姓刘，文刀刘，欢乐的欢，我俩还有联系方式呢，你可相信？你可以找一下呢，你可以找一下呢啊！我们的店是在昆明的东三环金色交响家园正对面，虹桥加油站旁边，长安什么？长安的 CS75 Plus， 旗舰型的啊。2022款长安的 CS75 Plus， 我会冷的吗？我大哥，这么冷的天，上面怕更热啊？上面怕更热，上身热点，除非你把空调打开，我坐在上身可能很难站得住。我们的地址是在昆明的东三环金色交响家园正对面，虹桥加油站旁边，可以回楚雄落户吗？可以的，但是提车的时候，车主本人一定得到 4S 店啊，一定得到店。可以回楚雄落户呢，只是你们提车的时候，车主必须到店，必须到店。好，那么其实你们这一块也不看了，是不是？不看的话，我们就换地方了。没有，你的角度不对，你把我的脸遮了。对了嘛，你要随时在调换角度哦。现在好多了，对，现在这个角度非常，哇塞啊！长安的 CS35 看看，宝贝 ，CS35 的话，展厅没有放车，展厅没有放车。喜欢这一款车的，过来找主播。豪华型的，咱有现车啊！豪华型的，咱有现车。只限这2天吧。只限，肯定嘛？这个车一到就卖完了，一到就卖完了，肯定只有这2天啊！过2天，我想卖也没有了呀。你也知道他个事儿，那应该就是了。我也有他呢，头像好像他跟那个是一模一样的。我们在直播间不能说那个一模一样的头像。轿车也可以呢。那么你们对 SUV 不感兴趣的老铁们，我们现在的话就带大家看一下现车哦，轿车。轿车的话，它现在咱们店有瑞城 CC， 有逸动 DT。瑞城 CC 呢，它是一个 1.5T 的 A 加级轿车，然后逸动 DT 呢是一个1.6自然吸气的紧凑型轿车，要看哪一款车吗？屏幕下方给我留个言，我带你们看车。
高铁的时候要看 CC。 哪里啊？我咋这边还没有收到？你那边收不会？哪里？老铁在哪里？收不到，收不到。好，要看瑞城 CC 是吧，宝贝们？好的，帮主播点一点赞。那么现在呢，主播带你们看轿车啊，我觉得那款车跟我很搭。你又笑我了，你又笑我了，不要笑我好不好？健身装，我先找一下钥匙。来，一件身穿看好了，咱这个顶配的啊，一件身穿。好，来，我没有按，我没有按，看着我的手指头啊，轻轻感应一下。来，该身穿的就身穿，该折叠的就折叠。这个就是一件身穿啊，一件身穿。高跟鞋穿多了，是呢，我每天都穿高跟鞋，咋个哪个好看？我想吃块包包。没有我的很好，宝贝们，现在这一款就是咱们的瑞城 CC 啊。瑞城 CC 呢，它是一个 1.5T 的 1.5T 的，整车长是达到4.8米的一个车长，轴距呢达到2.77米。咱们的发动机呢采用的是蓝鲸的新一代 N1 发动机，188匹马力，扭矩是达到300牛米，宝贝们，300牛米。咱们这一款车的话，它是有三个配置的。现在我们所看到的，它是最低配的9.79W， 那么还有一个中配的是多少？10.49W， 还有个顶配的11.29W。好，没有点关注的宝贝们点一波关注，没有点小心心的给主播点一点免费的小心心，好不好？怎么跟你很搭？我就觉得来这个身高，来看一下这个身高来搭这个车，可是很搭嘛。来，来两张专业一点的拍摄嘛，大哥，看看内饰好呢。这个声音，这个声音不好听吗，宝贝们？不好听吗？欢乖乖，好呢，欢迎八一，欢迎八一老铁。长安汽车挺美观，国产第一，是呢。来。看一下我跟这个车搭不搭，来 给大家看一下啊，搭不搭？专业拍摄嘛，你这个不专业，这个角度，这个角度，这个45度角啊，45度角来拍摄。你要当个车前面吗？那个叫做中网。对，可以可以。来，搭不搭你们说了算，好不好？搭不搭都是你们说了算。这是什么颜色？这一款颜色呢，它是一个灰色的啊，我们叫做幻影灰。其实的话，它跟我们75 Plus 安迪斯灰是一个颜色的啊。咱们这一款车呢，它的颜色是有两个，就是一个白色的跟灰色的。不要搭穿太多了，太冷了，穿太多了，哎呦，真的是太冷了嘛。我拿个包包，我太饿了，我吃个包。我是不专业。先看着吧，等我找人。好，感谢小呆关注主播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一款车的一个内饰。内饰呢，咱们采用的是一个全黑内饰的，宝贝们，全黑的，好吧？来，全黑内饰，然后呢，悬浮式大屏，这边的话是有一个悬浮式大屏，然后咱们中配的。360度全景影像、天窗、座椅的电动功能，这些都是带了啊。然后顶配呢，还有全景大天窗、主驾、副驾的一个电动座椅，然后呢，还有环视行车记录仪。然后除了360度呢，还有一个底盘透明，加起来呢就是540度的一个影像啊，540度的一个影像了。讲车为主，这肯定是以讲车为主啊。你们要比如说你们有些什么疑问，你们要直接在屏幕上给我打出来，是不是？我才能知道大家
这一块不会，不然的话我讲很多不是你们所关注的，我讲的就是废话了，好不好？你们把自己所关注的点在屏幕下方给它打出来。哎呀，来来来，干一个不两个，干一个，干一个，先干一个，再播了，我先整一个啊，太饿了。所以说我这个是管不住嘴呢，减肥这个事情挺难的啊。肚子空着，感觉发不想减。嗯，就是都是我都不得力气干活了，我也提携他。盖一个什么，宝贝？主播太不讲究了。啊？哎呦，主播太不讲究了。说我呀？哪里啊？主播。主播太不讲究了，对呢，我倒是不讲究。只要能吃饱是不是？嗯，因为我现在太饿了，我有低血糖，低血糖的话，如果再讲一会儿，我头都是晕呢，所以能有吃的就算不错了。主播还没有吃饭吗？对的呀，主播还没有吃饭呢。中午饭都没吃啊。我两口吃一吃啊，两口吃完的话跟大家直播。你不是拿了两个给我吗？两个都让你吃了的呀。几个不行吗？我饿着。等一次，马上你还有我。没有我。有什么东西说？我饿啊，我们还早呢嘛。5:30起床，5:40。我也想吃，我主要吃。我把你们拍吧，就。那我跟你说，太瘦了，多吃点，就是太胖了。有点胖，所以有的时候吃饭都不敢吃啊。嗯，够舒服了，真香哦。再给我一把嘛。好，我们这边呢，现在所看到的车型呢是长安的瑞城 CC 啊，长安的瑞城 CC。看车不是看车吗？看啥都可以啊，那看车嘛，你们要说一下，你们要看哪一款车啊？要看哪里？可是要多跟我沟通一下的嘛。我一天真的是，我所有车都来个六方位，你们又不听我讲六方位。啥子气？骨头的，我操的！你会？38的。咱们好像是40，可是。我的车就叫你这辆车。盯着了，你踩着客户的车。好，把定金转过来，我把你擦的亮堂堂呢。这是喝的多少钱？你说买瓶酒精消毒一下。我昨天晚上倒是整多了，但是今天呢，还好了，还能正常的给大家直播。现在还能正常啊，我还是有点佩服我自己呢。不知道。不刚好噻，刚好说着嘛。十号都找回来的哦。我昨天晚上倒是有。倒是有一点整多了，但是今天呢，我又恢复了啊，我又恢复过来了。所以你们要看哪一款车，要在屏幕下方给我留个言，不是让我自己去。讲啊，都讲不到你们的心坎上，都讲不到一个重点。
主播太任性了。是呢，我觉得怎么说呢，我跟你们没有违和感，我把你们都当成自己的朋友家人，在家人面前我能不能有一点点任性，应该能有的啊。我觉得在家人朋友面前，我不需要是那种哎呀大家好我是刘欢，我不能那种啊。这车行是他的，是我的，我不就不可能那么冷的天才在坐在这一边了。嗯，还有人过来看看。把鞋拴好，他卖不住了。妈的，脱个鞋都卖不住，脱裤子他真的搞不懂。你那边监管听得见，这边人嘛乱说，我跟你讲。别把我的爱车。你说的算了，喜欢表演不要跟处女一样感觉，你一口跟他微音呵呵他妈哎呀你又在想了，你我可看那个我跳的跟吃面条三分钟看一碗了，炒汤炒辣的。好 ，OK， 吃完了，香脆。吃完了，这里番茄都生掉了呗。啊？是呢，你做回番茄，我回来番茄就生了。没有啊，怎么会有味啊？他习惯配那个味道吃。没有那个味吃不下去。就差那一个味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，那么咱们这一款车呢是喝口水。好，谢谢谢谢椰子树，看看我们还是有正能量呢。他叫你喝口水。喝水不是。喝口水，把口水吐在嘴里面又喝下去。你再把我带偏了，你不要把我带偏了好不好？人家粉丝说了，我吃了东西要喝口水。你要分开读嘛，那这个。喝口水。喝一口水。他没有意义。我给他加嘛。你好，那么咱们继续来讲车啊。咱们现在这个呢，哎呦，吓到他们了。现在这个呢，它是一个瑞腾 CC 1.5T 的188匹马力。那么现在呢，来看一下我们的方向盘。方向盘呢，采用的是一个平底方向盘。平底方向盘呢，可以给宝贝们留出更多的一个腿部空间。第一点，第二点的话，看起来会更加美观大气。个事儿，老歹。李什么？李领坤。李木棍。什么？我咋看不懂呢？找找。8个小时应该有。好，那么这一款呢是我们的瑞腾 CC 啊，大家也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内饰。有车干了嘎。啊，戴哥，踩在车上不会的。今天只有现在咱们只有7度啊，只有7度。站在车旁边，门能自动打开吗？只要你带着钥匙的话，它是有自动感应的啊，是有自动感应的，可以打开，可以打开。站车旁边。来看一下内饰。自动打开吗？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感应钥匙嘛。你别拍我，小心我给你屎。我问你拍车。方向盘的颜色有点不一样，不是光线问题啊。你的眼睛问题。我拍。来这个全系车型。看后排大不大？哇。可以，雷士黑色的。我给找吵啊。管。来看一下，那么咱们这一个全系车型都是无钥匙启动的啊，无钥匙启动的。好，一键启动，无钥匙进入，个行了。你真要我这样说，来，我们启动一回。是不是自带声浪这个车？什么声浪啊？你没发现它有共振那种，就
深啦、CC 全系都有，稍微点点油看看。来看看嘛，来我们来验证一下。是不是有种辣的那种感觉？你说的那个我们叫尾喉。就是要生辣嘛。我们叫尾喉。能理解不一样。它网名叫生辣。哦，叫声浪，你讲的是网名，我讲的是小名啊。来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我们悬浮式大屏，悬浮式的大屏这一大块啊。虽然它是个低配的，这个车型，这个车现在只要9.79个 W。来看看我们的倒车影像，来看看倒车影像都是有呢。都是有的啊，还有辅助线是不是？对，辅助线这些都是有的。我觉得我还这个大车倒车的这个姿势摔得很硬。你打个车。你是吧？你吧。反正交给你，你就搓。原价多少？原价像咱们这个配置的，就是9.79了啊，就是9.79了。然后，如果说要增配的话，它是10.49，顶配的话是11.29啊，一点都不帅，嗯哟，又不帅了，真的是，要啥子才帅嘛？好，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新款的，它这一块的话，它是做了一个软材质的一个覆盖啊，软材质的一个覆盖，它的整块覆盖率呢是达到55%以上，55%以上啊，这个是我们的软，你摸摸嘛，不是我问你用手摸一摸，不是问你看一看，摸一摸就知道了，是软哪个是，55%的一个软材质覆盖。好，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后排。要来一个回眸一笑，眼睛有点小。好，感谢洒脱可乐关注主播，谢谢谢谢宝贝，没有关注的可以关注一下啊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的后排，咱主播之前说了，咱们这个车长是多少？4.8米，轴距2.77米，所以咱们坐在后排一点都不会拥挤。来，甚至的话来看一下，我可以，哎呀，想怎么坐怎么坐。这个腿想怎么搭怎么搭。好，感谢温柔一哥点亮粉丝灯牌。主播10W 左右的可以买什么车？宝贝是要 SUV 还轿车？要 SUV 还轿车？咱们有 SUV 有轿车。首先的话，你就要看一下，如果说您只是上下班代步的话，那么您选择一个轿车就非常 OK 了。如果说 SUV 啊 ，SUV 的话，您可以选择 CS75 蓝金版的，188匹马力，扭矩300牛米。发动机是蓝金新一代 N1 发动机，然后变速箱呢是一个蓝金的变速箱，蓝金的七速湿式双离合啊，七速湿式双离合 CS75 蓝金版 CS75 蓝金版，有三个配置，比如手动挡的话，它的一个指导价10.39个 W， 自动挡的话有两个配置，11.39个 W， 11.99个 W， 但是咱们这一款车呢，哦，家里人开就行了，太贵的。太贵了，没有想过。然后咱们这一款车呢，现在优惠比较多，可以优惠1个 W 左右。然后的话，你如果说家里边的老人用车的话，您还可以选择 CS35 Plus， 车型要稍微小一点啊，比75的话要稍微小一点，比如说是给那个。好，感谢5523关注主播。是自己的另外一半，比如说你的女朋友啊，你的老婆用的话，你就选择一款轿车 CC 啊 ，CC 开起来呢是非常优雅大气的。好，欢迎杨哥，欢迎小木匠，欢迎你们，欢迎动感超人。
我们还有多少多长时间？好，咱们还有5分钟时间啊，没有点关注的点一下。然后有什么问题，首付多少钱才能提车？首付的话看您自己，最少的话您准备个2到3个 W 就可以了，2到3个 W 连上落户保险就全部在里边，2到3个 W 就可以提车了，宝贝。首付多少钱才能提车？对，首付这一块的话倒是咱们可以零首付，只要准备一下购置税上牌这些费用啊，还有保险的费用就可以了。车价的话可以零首付的。可以分，这边的话就是你要过来找到主播，或者说你直接私我啊，你直接私我，我看的是哪一款车，哪一个配置的，然后我准备了多少钱来提这个车，我会根据您的一个需求来给你做那个金融方案啊，要做金融方案的。现在你叫我说的话，我都不知道你看的是哪一款车，我也说不了嘛。咱们的分期方式呢有24期，有36期，还有48期啊，还有48期，所以按照自己的一个需求来分的话就 OK 了。哎呦，别说我了，海神好不好？关注一下，别说我。昆明买比我们地州上买便宜的多吗？明日起你看的是哪一款车，您在哪里，您看的车价是多少，然后我来告诉您好不好。这个车会慌，那就慌啊。因为现在的话，大家都知道芯片是比较紧缺的啊，一个芯片问题，所以呢现在地州上我听过有好多都在加价，有好多车型在加价，然后打电话过来问我们，呀，你们哪一款车有没有现车？我说有的呀，那你们加不加价？我说不加呀。哎呀，我们这边加价，2K、3K， 咱们这边不加，宝贝，不加的，咱们所有车型都不加价啊，都不加价。然后甚至好多车型是有优惠呢，而且有现车。好了，不说你了，就静静看着你，好吗？我也静静看着你嘛。有没有回到18岁了？带过你想到呀，那个像你18岁的小姐小姑娘子，两个钟出来，哎呀，我静静的看着你，没想到呀。跟你啊，我18岁在读书啊，我在上班了，在这里上班了。18岁都没读过呢，还是吧？我读过高中了嘛。周杰伦关注你了，哎呦！哪里啊？周杰伦在哪里啊？在那个啊？哎呦，谢谢谢谢，我们家的哎，等等没，我还没讲到啊。就是要周杰伦啊，周杰伦还有个。哇，真的是周杰，好，谢谢杰伦，谢谢你。不起电影。好，欢迎杨威，欢迎杨威。好，咱们还有3分钟时间，有问题的赶快提问，有问题的赶快提问。3分钟以后主播就下播了啊，3分钟就下播了。有疑问的宝宝们赶紧赶快的提问，好不好？好，感谢57电影关注主播，欢迎小熊，欢迎房心。欢迎大家啊，我这边是云南智问通长安直接播，我是刘欢啊，我是刘欢。哇，我诗情画意现在才来啊，欢迎诗情画意。原来是个辣妹子，为什么是个辣妹子啊？哪个？来看看，来看看，你们男人的话只有你们男人听得懂。他们还在学习。他说是原来是个辣妹子。哪个是辣妹子啊？你啊。啊，我不是妹子，辣姐姐，辣姐姐啊，辣娘娘，他们都叫我娘娘。
好，感谢 GR 关注主播刘欢畅，是那个唱好汉歌那个吗？是呢，我就是那个了，我的名字跟他的是一模一样的，刘文刀刘啊，一个文字，一个那个旁，那个叫什么旁，然后欢呢是一个又字一个欠字，名字是一模一样呢，听口音听得出来呢。好了吗？好吗？今天忙着啊，感谢副关注主播，谢谢副。好 ，Hello， 欢迎8786，晚上好，宝贝。时间到了，可是、啊。嗯。你确定？刚刚30就播了。我们再等两分钟嘛，如果宝贝们有疑问呢，咱们继续直播，没有疑问我就下播了。那你黑着我了，我以为我好像使用诺言贵争分夺秒也要来看看你。好呢，谢谢我的老铁，谢谢我的老 baby 诗情画意，谢谢。我是大连的，买完直接开回来啊。你是大连的呀？大连的话你先看看你们那边有没有车嘛，有车的话你在大连提嘛，因为看我直接播的话，你们的支持不是说一定要找我买台车，如果你们刚好想买长安车，那肯定是支持一下主播咯，然后第一性又没有什么很远的啊，肯定是支持一下我。但是如果说你们在的远，那么我们就当交个朋友，直接播聊一下，看一下车，聊一下天，我也是非常欢迎的啊。你们在我直接播看主播一分钟，主播都是非常非常的感激大家的，因为这个也是对我的一种支持。我的工作呢有分成两种啊，第一种呢我是一个销售顾问，第二个我是一个主播，所以呢两个你们随便，你们只要在我直接播看我直播就好了，那个就是支持我了。如果刚好遇到，哎呀我就要这一款长安车，好嘛，那你就来嘛，个事还是要多穿点袜子。好呢，谢谢谢谢诗情画意。好，你们都没有疑问我就要下播了，宝贝们看着你冷着心疼，今天确实有点冷七度，然后我也佩服我自己呢，有的时候真的这个想什么也不知道。诗情画意是个泥宝宝，你可相信。嗯，好，那么主播就下播了，宝贝们，然后你们这两天的话就注意保暖咯，多穿点衣服，最近的话它的一个温度是连续下降的。那么主播就下播了，各位宝宝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支持主播。